我买的炼金晶居然凝固了，我一定要打电话去客诉。喂，您好，喜事工坊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喜事工坊是不是？你们家的这个基金是怎样哈？怎么给我这样呈现这个果冻状？是能喝吗？请您不用担心，小编跟您说明，是因为我们的炼基金里面含有丰富的胶质，所以当气温较低时，就会有凝固的情况发生哦。你这样说也很奇怪呢，那为什么别人家的基金就不会这样？那就这个果冻状让我真的觉得很困扰，你可以跟我好好解释一下吗？因为我们的炼基金是采用古法炼制的，所以保留满满的营养与胶质，就像冬天煮鸡汤时放凉也会有凝固的情况发生哦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气温低的关系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嘛。我们家的这个鸡精啊，就是又香又浓，而且还没有腥味，所以我们全家大小都很爱啊。没错，喜事工坊炼基金在炼制的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的哦，因此才能保留鸡汁完整精华，没有腥味，只是我们的基本条件，香味浓郁才是我们的特色。恭喜你买到最纯正的炼基金。看完以上说明，你有没有对炼基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呢？现在还有2入299的体验价，而且还享免运哦，赶快点击链接下单去吧。